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骆建飞老师，很高兴有机会给大家介绍中国的饮食文化。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饮食印象非常深刻，他们觉得中国人很能吃，一方面中国人吃的种类很多，另一方面中国吃的方法也很多。这张照片你们是不是很熟悉？这是中国地图。中国很大，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菜。你们知道中国有哪几种有名的菜系吗？中国的八大菜系包括鲁菜、苏菜、徽菜、浙菜、闽菜、粤菜、湘菜和川菜。如果简单的概括，可以说南甜、北咸、东辣、西酸。中国人的饮食有哪些特点呢？下边跟着老师一边看中国菜，一边了解中国饮食的特点。中国的饭跟外国人的概念可能不一样。在中国说吃饭，其实是说吃饭和吃菜，也就是说饭是主要的，菜是次要的，饭比菜还重要。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食物的种类少，数量也不多，米饭可以解决生存的问题，所以对老百姓来说更重要。一般来说，北方人的主食以面食为主，而南方人的主食以米饭为主。刚才说了在中国饭比菜重要，那么为什么去饭馆我们说点菜不说点饭呢？这是因为去饭馆吃饭会更隆重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变化。在古代，中国人觉得吃肉是很难得的，所以只有贵族才能吃肉，普通人只能吃素。所以中国人一开始并没有把吃素看成一件快乐的事，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健康的重视，人们也开始选择吃素。中国人吃饭的习惯有哪些呢？在西方，大家喜欢每个人吃自己的饭，但是中国人喜欢聚餐，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饭。中国人觉得一个碗里喝酒，一个盘子里吃菜，最能体现家庭的亲情。全家围在一起吃饭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，所以如果留学生来中国，不妨也学着跟大家一起吃饭。在古代，中国人一天大概只吃两餐，从汉代以后慢慢变成了一日三餐。在现代社会，中国人大概7点到8点吃早饭，中午12点左右吃午饭，晚上6点到7点吃晚饭。这可能与工作时间、上班下班等等有关系。过去中国人把午餐看成正餐，但是在城市因为工作的原因，只有晚上一家人才能团圆，晚餐也变得越来越重要。吃中餐必须要用筷子，相比西方的刀子和叉子，筷子是一种简单的餐具。除了筷子以外，中餐还有一种重要的餐具，就是碗。在中国人看来，碗是重要的餐具，既可以盛米饭，也可以盛汤、盛菜、盛酒什么的。中国人对饮食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？在传统的儒家经典里，粮食和吃饭问题被认为是统治国家的头等大事。一直到20世纪，中国还在努力解决温饱问题，因此民以食为天，不但是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，也是中国人奋斗的基本目标。
所以中国人见面打招呼，有时候还会说：“您吃了吗？”中国人认为，节约粮食是传统美德，家长会让孩子吃完碗里的每一粒米。中国有一句古诗，说的就是这个问题：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中国人不但喜欢吃，而且在吃的方面还有很多讲究。如果同学们还想了解更多的风俗习惯，不妨去体验体验中国人吃的文化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谢谢同学们，再见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练习。一，中国有几大菜系 ？A 六 ，B 八 ，C 九。正确答案 B。二，中国人喜欢一个人自己吃饭，还是大家一起吃饭 ？A 一个人 ，B 一起。正确答案 B。 三，在中国最重要的餐具是什么 ？A 碗 ，B 盘子 ，C 刀叉。正确答案 A。 四，中国人现在一般每天吃几顿饭 ？A 两顿 ，B 三顿 ，C 四顿。正确答案 B。 五，在中国一般几点吃晚餐 ？A 下午四点 ，B 下午六点 ，C 晚上九点。正确答案 B。